岛的高房价再加上学区这俩字儿，刺激程度各位脑补一下。最近有一位网友爆料说，自己的老爸名下有一处青岛老房子，学区真不错。于是呢，他的大姑就跟他爸商量说，能不能把房子过户给大姑的闺女啊，也就是这个发文这个人的表姐啊。那别误会啊，不是要就是借啊，这不孩子要上学吗？过户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表姐来承担啊，每年还是要给老爸租金的，孩子上学之后再把这房子还给老爸。这位网友试着跟老爸讲明这个利害关系啊，但是老爸也表示他很清楚自己妹妹啊姐姐的为人是什么样的，准备答应这事儿。而且这两家关系一直都很好，你想拒绝也说不出去啊，对不对？这事儿特别无奈啊。要说这疯狂的学区，你看没看着都把家长都逼成什么样了？嗯，还有什么借房子产权呢？总之啊，哎呀。